24, Lipa League, Lipa League, NXP, 24, Lipa League, Lipa League. Mika Fute, Mika Fute, Mika Fute, Mika Fute. NSB 工厂有24名工会干部遭到 NSB 公司的恶意解雇，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台湾的 NSB 公司的办事处来进行我们的抗议。我们一定要求 NSB 公司应该要立刻恢复这24名工会干部的职务，以及立即停止打压工会。我们今天有拿到菲律宾送过来的 Tagalog， 就是菲律宾语言，他们的标语，我来解释一下。NKP 三 T 报都是他们被解雇的二十四名工会干部的团体名字，他们就叫 NKP 三 T 报。然后这一句叫做立刻复职，然后 CBA 叫做他们的团体协约要重启团体协约，团体的劳动协约要继续的启动，继续的谈判。世界知名的十大半导体品牌之一的恩智浦，也就是 NXP， 他们在菲律宾恶意打压工会，他们在一两个月以前把工会干部24人一次统统解雇。在这个同时，他们也中断了团体协约的协商谈判。我们认为这个是荷兰大厂对于工会的无耻打压。 NSP 在全世界有非常良好的声誉，在台湾有分公司，他们总公司就在这栋大楼里面，他们的工厂在高雄，在台湾也有非常好的声誉，电子业的工程师以及劳工想要进都不一定进得了。可是这家公司在菲律宾却严重的恶意打压工会，在菲律宾的 NXP 就位在一个加工出口区里面，在菲律宾的加工出口区简直像铜墙铁壁，外面的工会很难进入。 NXP 有工会，这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并且过去菲律宾的 NXP 的工会也持续的跟资方签有团体协约。最近菲律宾的 NSP 工会正在进行跟资方的团体协约的协商，却没想到资方用违法罢工的名义把24名工会干部一次解雇了。所以菲律宾的工会发起在7月2号为一个全球行动日，要求全世界的工会声援菲律宾的团体，菲律宾的工会要求 NXP 恩智浦把24人全部复职。这个事情跟我们台湾也很有在地的意义，台湾也有很多加工出口区，全世界第一个加工出口区就是从台湾的高雄开始的。台湾现在不但有加工出口区，还有各种的经贸特区，我们知道还有自由经济贸易区，其中一个就是恶名昭彰鬼影重重的桃园航空城。今天在菲律宾的加工出口区发生的事情，明天就很可能在台湾发生。在台湾打压工会从来就不是一件陌生的事，自由工联现在正在协助辅导的家乐福工会，这样的外资也一次解雇了3名工会干部。不管是私部门，现在在公部门，我们的高雄市的消防局消防员正在争取权益的时候也遭受到打压，甚至年底可能订等考绩就要被解雇哦。所以对台湾人来讲，打压工会从来都不陌生，对不对？对，打压工会凸显的是资方想要降低人事成本，资方不愿与工会的干部协商，获得一个比较良好的劳资关系。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不容许这样的企业继续在台湾投资。我们认为马政府自己都应该要站出来，针对这些打压工会的外资企业应该要说不，而且是勇敢的说不。突破那个加工出口区的大门，然后进到那个加工出口区 NXP 的工厂的所在地，然后是在5月26号是第一次冲进去。然后我去的那一次是六月中的那一场大厂行动。那场大厂行动，大家是在加工出口区外面的一个地点集结，然后来了10几20台的吉普尼，就是当地的小型巴士跟机车，跟机车加挂一个小笼子的，用来载客的那种机车。然后他们动
对，就是各个工会，各个工会有各个动员的人跟吉，然后吉姆尼工会也有出很多，就十几二十台的吉姆尼去声援这场罢工，然后上面载满的工人跟工会的干部，就是一大概有300多人，然后来了十几台车，然后大家一路鸣放喇叭，大声的播音乐，大声的制造噪音，然后一路开用尖锐喇叭声游行到了 NSP 的扎丹达高楼加工出口区的大门口，然后那个时候有5个政报警察，都是在挡在那个加工出口区的入口，但是都是也就是政报警察也不敢也没有什么大动作，因为政报警察只有5-6个，有点太少，而且我们有300-400人，然后我们就说游行队伍就直接开进去了。扎丹达高楼的这个加工出口区，那加工出口区是有很高，是有2层楼高的围墙跟铁丝网，然后一路走中央的那个加工出口区的专用马路，就是一路开到了 NSP 的工厂，然后大家就开始在那边静坐挂布条。诉求当时就是恢复NSP 24的职务，然后停止打工会，因为那边的那边在 NSP 工厂里面工作的工人，如果有跟 NSP 24这些高级干部接触过的话，是会被就是公司找过去问话，然后公司也非常怕都是再一次的抗议，所以他们5月26号之后，他们开始建起了铁丝网的围墙，然后还有上面还有滚蛇笼，就是防止他们在。就是说，防止任何工会干部再趁机偷跑进去做工会的工人的组织。然后，这是有趣的事情是在6月中的抗议，就是有看到一件比较特别的事情是 NSP 24的几个干部有在路上有看到就是几辆 NSP 工人的专车巴士，就因为他那个交通所区很大嘛，所以需要有很多的巴士去载送这些工人上下班。所以他们就在那个交通出口区的马路上面，就是拦那个 NSP 的公司的巴士下来，然后让请求司机让他们上去讲他们今天来这边抗议是为了什么，然后发现他们就是那边的工人对于NSP 24这些工会干部是非常友善的，都是看到他们跑进来还会特别跑出来或请假出来看他们，或是在路上骑机车找到车的时候会停下来拍拍一下的肩膀说加油，加油打气，都觉得在那边的组织工作是非常有力而且坚强的。我相信 SP24 这些被之前之后的24名全职的社会运动组织者可以在东南打高楼地区发挥他们更大的影响力。